手握十字街开出黑暗士兵，不把十八层的使者剩下百变试炼，坚持 on the squad 还能往哪逃，千军迷雾不断扩散 now you know。 I don't even know you 出现在我方圆集体视线，该我控制苍穹有所权利，金钱利益之间连胜出我，千万别许热闹噩梦玩我，哦林家贵的至上身份只是游戏怨我。看白昼照亮的狮子却安抚平战满了林家的杀狗，在上面到每一个战狗做兄弟，这道也是坚持住绝对不放手，战士背后是血如命推一切，我是战无不是披着人自身的各个外手。 I am evil, I am evil, 想要用我全世界来填满我的胃口。背后是有更多仇恨在你一念之间复仇，糜烂这里面前这些全都一触即散，坠落之前的离开和危险绑在一块，两种颜色的地带，黑白黑白黑白，坠落之前的离开和危险绑在一块，两种颜色的地带，黑白黑白黑白。 You Why so serious, huh? Wow. But like 扑朔迷离，坠落之前的离开和危险绑在一块，两种颜色的地带，黑白黑白黑白，坠落之前的离开和危险绑在一块，两种颜色的地带，黑白黑白黑白。人查到了，确定是阿红？确定。走。韩军，您找我。我想跟你说，郭阳以前是一名优秀的特警，虽然他已经转业了，但他仍是警队的功臣。这次案件必须迅速的调查清楚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卧底回来的警察不是没有出现过全家被报复的情况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明白就好，抓紧调查。是。分头找。吓死我了，累死了。怎么样，那边找到没有？没找到。陈哥你来。陈哥挺酷啊。
谁派你送的车？脸型是这样吗？再瘦一点。你看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还真够骚啊，一会儿有你受的。陈哥，水放差不多了，再买点冰块来吧。好的。哎，郭阳修的那辆车是你的吧？你试试。是不是你的？他老婆特别的漂亮，特别漂亮。所以老 K 的老婆孩子也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说，说，说不说？那绳子，那绳子勒死他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他们特别小声。畜生，畜生，畜生，畜生！谁派你来的？谁派你来的？哎呀，一个女的，没见过面，你帮我，你帮我，我帮你联系她。联系他，我解开，就这么大。成哥，冰块来了。我在这等着。这是洪章，之前黑道全哥底下的杀手，后来因为染上了毒品就离开了组织，现在专门替人拿钱办事儿。就在前天，他的银行账户里突然多了一笔100万的汇款，而且是从国外银行转账。通缉这个洪章，还有查一下他在海外的银行账户，下次说话慢点。好。收到情报，犯罪嫌疑人洪章就在林玉街。小龙，你马上带队出。我来带队。助队。陈刚到，你跟小龙一起去。好。Thank you.
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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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救护车。是。最近 K 哥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我先挂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您是老板吗？对啊。您对这个还有印象吗？这个蛋有印象，是个神经兮兮的男的，头发卷卷的，走路还一抖一抖的，临走时候还打翻我一盆龙虾呢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您店里有监控探头吗？有啊，那儿。喂，老 K 全家被杀，凶手很可能是给国阳送车的人，目前已被警方控制了。你帮我盯着老 K， 也别管线人的身份了。现在这种情况，老 K 的嘴里不能说出任何东西。好，知道了。老 K 的老婆儿子被杀了，林志军的布局全乱套了。是啊，前功尽弃啊。到底是谁干的？老金还是林泉？杀人的不是老 K 的仇家，他是针对的我。毒王让我把心腹老 K 送去自首，为的是让我表忠心，是我疏忽了，对他的态度不如以前恭敬，所以让他起了疑心。自断老 K 这条臂膀是毒王对我的警告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白白牺牲老 K 我不甘心，所以我才让郝队长去从老 K 的嘴里打听向人的消息。不会是毒王猜到您的打算了吧？哎，小鬼，昨天 K 哥家楼下那两个小混混查得到是谁吗？很有可能，老 K 的老婆孩子本来是我手中的一张王牌，但是他直接给我来了一招釜底抽薪，这一局我是被毒王套进去了，不好抽身的。万一老 K 把您咬出来怎么办？帮我立刻联系萨维卡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刘一笑女士的外卖。哦，刘法医啊，那个屋就是。
麻烦你递给他一下吧，后面还有别的外卖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请进。刘法医，您的外卖。外卖。嗯。我没有点外卖啊。哎，刚才有个送外卖的小哥叫我把东西给您，要不您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嗯，没事。喂，刘法医，什么事儿？处队，我在搜查现场的时候，可能有遗漏的信息，我想重新回去调查一遍。好吧，这样吧，我让郭仔陪你去趟现场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。好。郭仔，你去找趟刘法医，陪他去趟案发现场。是。是不是他俩？那就行。好嘞。哎，不不不，陈哥，他找事儿。我们陈哥问你们几个问题。陈哥好。刘法医，你找我们？关于老 K 妻子杨彩娟的死因，我有了新的发现。什么发现？凶手可能不是郭阳，我们的方向错了。刘法医，你有证据吗？凶手并不是徒手击碎对方的喉骨，而是使用了武器，而且武器就在证物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证据，凶手完全不需要受过专业的特种兵训练就可以杀死对方。我在现场拍摄视频的时候可是找到了铁证。这种红方鱼很贵，是2年前英国才兴起的进口鱼。郭仔，一般市面上是买不到的，要么你就需要网上送货，要么你就是需要去特殊的海鲜超市购买。您大可以查一下郭阳的消费记录，看看他有没有购买过这种。有道理。可你说了这么多，都还只是推测。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将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扩大。刘法医，你的发现很重要，我们会重视的。就是昨天我们俩看到有人在搬家，那我们想能不能上去捞点油水嘛。后面就被搬家的人发现了，那我们就往上面楼层逛一逛，看哪家的门没有关。这不是刚好这12楼的门没有关，那我们就刚进去那会儿就听到有孩子在哭。那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男的从里边走了出来，吓得我们赶紧就走了。对啊。是不是这个人？对，就是他。走吧。啊，干嘛去啊？上公安局啊。哥，不是哥，你不是说不去公安局吗？你们这是协助破案，立大功，懂不懂？走吧。朱队，手术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守在这里等人醒过来。好。
站住！塞维克，雪玉呢？陈总，沈总，急着约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老 K 全家被杀了，我按照毒王的意思让老 K 去自首。老 K 要是知道他全家被杀，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。你的手下要想反水，谁都阻止不了，那是你事先没有安排妥当。毒王首次来内地，什么时候安排见个面，也好让我尽尽地主之谊，总不能让我一直和副手谈事吧。沈总要是不愿意跟我聊呢，毒王自会安排别人跟你对接，但至于那个人能不能守住你的小秘密，不跟毒王打报告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等时机成熟了，毒王自会安排跟你见面的。毒王从来没有露过面，是真的有这个毒王，还是你就是毒王？朱队，怎么？什么情况？死因是呼吸循环衰竭，有明显的中毒特征，具体情况需要化验才能知道。我跟警员刚才一直守在门口，中间只有一个护士进来过，从他使用的针剂里面调查出了有毒品成分，现在已经回到局里协助调查了。我要是毒王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到下一秒吗？你要知道，毒王可是念着跟你来救情呢。咱们的毒王可真是个菩萨心肠。我劝你不要挑战毒王的耐心，他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国阳，你的嫌疑解除了。你等一下，把报告交上来。嗯。出来了。嗯。行，没事就行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？不欢迎啊？肯定又是爷爷叫你来的吧？你这大半夜的，跑路啊？说什么呢？执行任务。
哎，干嘛呀？我这刚弄好。你真当我不懂规矩啊？说，去几天？说不好，可能。得，您还是别说了。反正你们的规矩也比我们大。行吧，早去早回。那个，你们两个饿了吧？哥，爷爷啊，我突然有点饿。你饿什么呢？人家一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那个，要不爷爷给你们两个下碗面？哥，爷爷，我真饿了。不，那个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去休年假呀。年假？啊。自驾游？嗯。我开车。那算了。为什么？你开车？啊。我还不如坐过山车。你说什么呢？干嘛？再说一遍。别闹。别闹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了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我也不是第一次送你，我等你。表哥，你怎么样？急死我了。这不是没事吗？别担心了。要不是音效姐，你还得被关着呢。她怎么找到的证据？她跑了好几次犯罪现场，发现了真正的作案工具。这次你真的得好好感谢音效姐了。哦，对，还有目击证人说，他们看到犯罪嫌疑人从案发现场出来，证据确凿，这才把你救出来。目击证人？就知道你要问。我们专门跟这两个人聊了一下，他们说就是这个人让他们去报警的，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这个热心市民还挺帅的。哦，对了，爷爷听说你的事儿，心脏病犯了，刚做完手术，大表哥让我赶快带你去医院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快走。毒王来了，你去调查一下行踪，小心点，别被发现了。是。爷爷病房就在前面了。洪良，哥，爷爷怎么样了？他心情好多了，我介绍一下。这位是关医生，这次多亏了关医生。关医生，这是我弟弟郭阳。谢医生，别客气，带你去看看吧，别待太久了，病人需要休息。好，说话一定要注意，爷爷再受不了刺激了。去吧。那我就先去忙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爷爷，对不起。你要跟我合作，
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一起挣钱了，谁让我爱管闲事儿呢？这次你吃牢饭，八成是你朋友干的事儿。这样，咱俩做个交易，你给我你知道的消息，我帮你揪出陷害你的人。你要跟我合作，还知道我的事儿，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一个修理工，你现在身份又是什么？你都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。我怀疑你为了接近我，故意设计给我下了套。把你从局子里捞出来的人是我，郭阳，也只有我能救你。爱行不行？我不信。哎，大哥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要是个坏人，我围着你转干嘛呀？我直接绑了你就是了。反过来说，他们为什么目标这么明确？为什么这么有针对性？正常人怎么看你？不用我说，自己琢磨琢磨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修也没审我，抓着人了？多想想自己怎么保命吧。不是，我是投案自首，你们得宽大处理我。到底是谁让你来自首的？说，你老大是谁？郭阳啊。昨天中午，你老婆和孩子被一个叫洪章的杀手杀死了。我叫王林跟一凡去吃东西去了，他俩也跟着累了一夜。你回去睡吧，我在这睡。王林跟我说了你大概的情况，你到底什么情况？刚好送车撞上的，倒霉而已。都有毒贩说你是上线了，这不就冲你来的？两年前你离职回来，不但一身伤，而且还得了 PTSD。退伍前你去干什么？怎么受的伤？你只字不提好。以前的事我不问你，今天你必须把这事我说清楚。我回到球场拿着东西。郭阳，越是你就逃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这是有一次，他就会有第二次。你这么做，你有没有为爷爷想过？再有下次，他怎么办？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？哥，这件事是有人在后面搞鬼，我必须调查清楚，不能连累家里人。关医生，你弟弟来了。
弟弟。嗯，对呀，在护士站那儿呢。好帅呀！哇，好帅呀！哎，你多高啊？你真的是关医生的亲弟弟吗？你还在上学吗？真帅啊！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关医生，你弟弟来了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了呀，所以我跟教授申请了提前回中国做留学交换。你也不早点跟我说，我也好准备准备啊。我想给你个惊喜嘛。怎么会呢？1991年1月10日出生，你的老朋友要来内地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合作？两年前你离职回来，不但医学生，而且还得了 PTSD， 这是我一次，他就会有第二次。把你从局子里捞出来的人是我，郭阳，也只有我能救。他们为什么目标这么明确？为什么这么有针对性？正常人怎么看？不用我说，自己琢磨琢磨。来看爷爷啊。你还好吗？我有事和你说。那正好，我也有事要跟你说。其实那天，小心。李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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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顾阳，把车借我，我要去追逃逸的人。快去叫医生，快去！医生，医生。医生，你别吓哥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小他，谁派你来的？